哎呦，一天等你吃饭真的是眼睛都望长了。现在都已经是7:36了哈，快8点了，我们还在觅食的路上，都是为了等你那餐饭喽。那餐饭我等了大半年。那一刻我也期待了很久了，这周有黄金的新人，终于等到了那一刻，可以兑现我的诺言，请你们出来吃饭，发工资了。你看杜思良今天硬要穿那个长裤子，热得热不得。别个那些跳广场舞，你都跳了几转了，我们还没得饭吃。我都已经饿扁了。嗯，辛苦你了哈。那我们赶紧去觅食吧。那一条街居然没得个吃串串的。走嘛，继续走。老天，那么多人。刚才牛肉多了点。哇，那些菜品还是挺丰富的。我们乱走走到那么多火爆的一家店，好多人呐、啊，感觉拿菜都是动墙。在古都我们吃的一个鸳鸯锅哈，三个人来吃是不是太单调了点儿？小香太晚了，别个那些都吃了的。小伙伴们都吃了。哦，别都说不来了。郑哥，你把我油的往葱葱太多了吧？晓得你喜欢。往家吃没？加了的啊，指我者郑哥爷，必须的。那种买黑椒那个猪都住在青塘里面。好的。杜思阳，你筷子拿颠倒了。好吃。哇，谢谢。快吃，你也快吃。别个都在宵夜，我们是在吃晚饭。尖椒牛肉，今天会不会把你吃过餐？至于吗？放心大胆的吃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敞开了吃吗？放心大胆的吃。我是不是该睡觉了？对，还有一个小时你就要睡觉了，赶紧吃啊，吃了就睡觉觉。回家睡啊。来，干杯宝宝。干杯。这是一把一把的。就是要那种感觉的。老天，你最后拿的那菜全是肉啊！肉丸包。全是牛。那个小娃了哈，现在他一点都不晓得害羞，可能长大了过看视频都会看害羞哦。哎，划算！不是说我请客吗？你让姐夫胀起来呀！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挣再多的钱，或者是再没得钱，都是我来出钱。你挣的钱都在我的包包头。所以你是在显示主权吗？对了，爸爸拿钱，妈妈有钱。嗨，我们家那个情况，嘟嘟都摸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说你还是要清楚。